感谢鲁班哥，啊，谢我家鲁班哥。有人打更咋的？清朝齿轮这门锁着呢。操，进不去。这也进不去。哎，这边能进去。这边能进去，兄弟们啊！感谢我今天借给我妹妹。我操！挺瘆得慌啊！兄弟们，这地方气氛可以呀。哎呀，家人，我现在没整明白啊。为啥这地方它是养殖场呢？啊！哎呦我操！喜鹊，喜鹊都死了。啊！哎呦我操！这里面气氛太可以了。啊，老铁们！我跟你说，你不管是他，不，你不跟他说，你跟他说不完，你跟他说。谁呀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不可能吧？这就是气氛得行了，家人们，啊，老铁们，说话了，谁？感谢小米接下来的，感谢太阳哥，谢太阳哥，洗澡的地方，卫生间。有人吗？你妈！我操你妈的！谁？谁？哎！哎！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两个一起关上的，家人们，啊！两个一起关上的，家人们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操你妈的，没有啊！这里没有啊！他他妈咋关上的呢？我操！啊，这里面不止一个家人们啊、哦！这里面百分之百不止一个啊、哦！两个门一起关的，兄弟们！哎，我操！我操！我操！不让我进去，老铁们，不让我进去！家人们，洗澡的地方，啊、哦，老铁们，这里面有鬼也是孤魂野鬼啊，有鬼也是孤魂野鬼，家人们啊，不让我看啊，这逼不让我看，
我操你妈！贼！头有个白头，给哪的白头啊？有个白头给哪的白头？兄弟们，给哪的白头？兄弟们，白头，给哪的白头？兄弟们，啊？楼梯边上。给哪的呀？我操！你可确定啊，家人们？楼梯口，白头。哎呦我操！白头发。哎呦我操！白头发。没了，刚才出来了。我操！正经的家人们，别吓唬我呀！啊？有人吗？我是户外探险贺哥，听说过没？挺虎的，这小子挺虎的啊、哦，挺二逼，挺猛的也。你听没听说过？听没听说过我？啊，真的，那必须真的，啊，玩户外玩挺猛的，户外探险鹤的虎逼鹤，你照照你自己啊！我操，跑了！真打麻将的老弟们，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呀！老铁们一票是一的，我操！啊！老铁们一票是一的，兄弟们！哎呦我这家赢了啊、哦！这家赢了，兄弟们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家赢的多呀，兄弟们！哎。我操！我操！生气了，麻将推了，啊，老铁，麻将推了，老铁，咱拿暗光看看啊，兄弟们，暗光看看，他肯定在这儿呢，兄弟们啊，看看几个人玩的，兄弟们啊，咱们看看几个人玩的，兄弟们来。刘少，这咋整？一下去黑呢？看看几个，哎呦，操你妈，咋整的？看几个？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真有啊，兄弟们！我操你妈！真有，家人们！我操你妈！真有啊！真有啊！哎呦我操啊！哎呦我操你妈几个！我就看到一个，我就看到一个呀！啊！真有真有啊，家人们真有啊！不行不行，老铁，咱不能跑了，你们啊！我跟他打一会儿，老铁们啊，我赢他点儿，兄弟们，我赢他点儿，老铁们啊，咱不能跑了，你们啊，不能跑！哎呦我操！三缺一咋的？哎呦我操你妈！这行给我吓的，咱不能跑了，兄弟们啊，不能跑！这还有帘儿呢！哎呦我操！哪屋来的？不对，这里面这屋，老铁们啊，里面这屋，兄弟们，里面这屋，
真他妈给他玩呢，兄弟们！我操你妈的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你妈要飞了，兄弟们，不能跑，不能跑，兄弟们，不能跑啊，家人们！我操！老子们，咱跟他玩一会儿啊，兄弟们，别怕啊，我把手机放这，咱跟他玩一会儿，老子们，咱打会儿麻将，兄弟们，啊，咱打会儿麻将啊。哎，哎，陆超，谁推的呀？四条，行不行，老铁们？四万，啊，六万，整错了，整错，整错了。二万，我六万，又他妈六万。白脸，南风，四条，发财，东方，一万，哎，我操你妈！哎，我操你妈！给我钱了，家人们，我操你妈！给我钱了，老铁们，我操啊！我操你妈！给我钱了。哎呦我操！给我钱了！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，给我钱了！你赢了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不要！我不要！我们家那边花不了！啊，我不要！我们家那边花不了啊！啊，这牌子玩一把，还玩一把呀？哎呦我操！找不开呀，我呀，真的，老铁，我找不开这钱啊，给多少啊？这是啊，99,100。操你妈！我一晚上我挣直播，我能挣多少钱？99,100，我操你妈！我播一辈子我也他妈，我也找不开呀，这钱呢？啊？主要是我找不开呀，老铁们，这钱呢？这钱？哎呀，我操！我不要啊，我可不鸡巴跟你玩啊，不玩了，你自己玩吧啊。这地一下麻将，老铁们，哎，生气我也不能玩了，老铁们，生气我也不能玩了，家人们，啊。生气咱也不能玩了，看那边还有饿死鬼，老铁们啊，那边还有一个饿死鬼，兄弟们，咱看看那饿死鬼，兄弟们啊，脾气他妈还挺大，操他妈的，不玩都不行啊，太欺负人了，你欺负人欺负到家了都，我不玩都不行是不？哎我操你妈的，感谢送来666啊，谢谢啊，感谢杰哥送来666支持。啊，咱看这边可能还有饿死鬼了，你们这里面鬼老多了，家人们啊、哦，这里面鬼老多了，不跟他玩了，兄弟们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，打我！哎呦我操！这逼打我，老铁们，欢迎老马大哥，欢迎马哥。嗯、啊，老铁们打我这逼，急眼了，猫眼我也不跟他玩了，家人们。啊、哦，啥样我也不跟他玩了！我操你妈出来了！我操你妈出来了，兄弟们！哎呦我操！出来了！进去了，进去了，又进去了！哎呦我操！太鸡巴狠了！操他妈的！我直播真不容易啊，还得跟他打麻将。老铁们，这边是养殖场。哎呀！老铁们，这边是养殖场，看着没？真是一个场子。
老铁们，还有饿着鬼，看着没？吃饭呢。谁？我操！什么回事？谁呀？看着没？老铁们，谁肯定给入法事，家人们？哎哎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完了，老铁们，这会儿得罪俩了，啊，不好整啊！这会儿得罪俩了，老铁们，哎呀，我操他妈的！啊！哎呦我操，得罪俩了！操那边什么玩意儿了？啊！跟人那边什么玩意儿闪一下了？啊！这会儿他妈得罪两个了！哎呦我操他妈的！完了，这回完了！妈逼！硬头皮干吧，家人们！今天我能活着出去，我感觉是我命大，老铁们啊！硬着头皮干吧，家人们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，韭菜没有扎了！啊，肯定是没有昨天小女孩温顺了。今天这个，感谢666支持啊！谢谢，感谢我啊12340大哥，感谢大哥支持啊！肯定是没有昨天温顺了，这个地方。操你们前面的兄弟们，老铁们给前面的看着没？进去了。老铁们看着没？看着的扣个一，兄弟们啊！我估计是要急眼了。看见没，家人们啊？进去了，啊？这个为啥白头啊？输的呗，耍钱输的呗，输他妈多少钱了他都啊，对不对？老铁们耍钱输的呗，输的逼迫挑战的啊，妻离子散的，肯定是耍钱输的，老铁们啊，肯定是耍钱输的。哎呦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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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菜刀砍我，老铁们！啊！拿他妈菜刀砍我呀！哎呦我操你妈呀！完了，整急眼了，这下彻底整急眼了，兄弟们，道歉吧！彻底整急眼了，兄弟们！完了，彻底成急眼了，急眼了！哎呦我操！生气了！真生气了，家人们！真他妈生气，碗也碎了。哎呦我这大米饭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哎呀妈呀，碗碴了，剩个碗碴了，大哥，这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的啊，我不是故意砸你饭碗的，哥，我没拿住，太滑了，啊，真对不起啊，不是故意，大哥啊，碗太滑了，对不起啊，哎呀。
啊，打麻将那个。回家吧，没事儿。老邓，没事啊。我看这咋整啊，兄弟们？你是男的女的呀？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那啥呀？哎呦我操！什么玩意儿啊？哎呦我操！谁呀？谁里边的？啊！哎我操你妈！哎呀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呀妈！哎呦！我操你妈！什么玩意儿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在这儿呢，家人，在这儿呢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操你妈！操你妈！出来来，没完没了是不？啊，是他妈没完没了不？来，我陪你玩麻将来，来，我陪你打麻将来，来，来，我陪你打麻将来，来吧，我陪你打麻将来。来，老李陪他打麻将啊，二，哎，哎我操，哎我操，非得玩啊，啊，来，咱俩算点啊，哎。别拿了，别拿了，咱俩镇点啊，咱俩镇点啊，咱俩摸大点儿啊，我一共拿二四六，拿六张牌啊，咱俩他妈一人拿一张啊，我洗吧洗吧，咱俩别玩麻将啊，咱俩洗吧洗吧，一人拿一张啊，咱俩一人拿一张，如果我要是赢了的话，谁大谁赢啊，我他妈要是拿一张的话，比你大的话。你就别跟我俩装逼了啊！如果你要是赢了的话，真的，我拆二给你。
你看，行不行？我塞钥匙给你，你肯定赢不了。吹牛逼，我肯定能赢，家人们啊，我肯定能赢。啊，别虎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老铁们啊，要不然他吓唬我呀，老铁们，你玩笑开大了，我就要这张了，老铁们啊，这个不行，我得洗一下子，这个不行，老铁们啊。得重洗一下子，啊！就这张，我操，掉了。对，这是我的，老铁们啊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，嗯，哎，我摸的九万啊，别跟我俩装逼的啊，听着没？别跟我俩装逼，他会掉牌，他能掉什么牌呀？他呀？你二条，我九万啊、哦！你输了啊、哦！不跟你玩了啊、哦！不跟你玩了啊、哦！把这个牌撇了，兄弟们啊！操、哦、你啊！走，咱赢了，对不对，老铁们？咱赢了啊、哦，兄弟们！钥匙揣兜了，钥匙揣兜了啊、哦！这个我给他赢了，还有个饿死鬼，老铁们啊、哦！还有个饿死鬼。欢迎阿拉西，我西哥。哎呦我操他妈，2400多人了，我都不跪了，家人们啊！欢迎大哥大姐们啊，晚上好。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逼装的比较圆满。哎呦我操！这脾气太暴躁了，这脾气了不得呀！你糊弄他，我可没有啊！是。我跟你说家人们啊，十赌九滚正常啊，耍点滚正常，这玩意儿的是不是赢他不服气，不服气也得赢他。感谢我家橙子兄弟姐妹们，12:20的大哥大姐们，喜欢你客咱帮客的上一上，家人们啊，老铁们喜欢你老弟直播的老铁们，咱帮客的搂一搂，家人们666啥的帮你客整一波，好朋友们，你的小老铁们都在不？老铁们都在不在？家人们，哎呦我操！我操，完了，没人说话了呢。啊，欢迎家人们来到我的直播间啊，感谢你们。刚才卡了，啥也看不见了，家人们啊，刚才啥也看不见了，兄弟们，不知道拿啥玩意砸我一下子，啊，吓死我了！别怕，家人们啊，不知道拿啥玩意砸我一下，老铁们啊，给我砸着了。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这儿呢，兄弟们。在这儿呢啊，可能就他干的，老铁们啊，可能就他干的啊。哎呦我操，可能就他，老铁们啊，就他。就他干的，老铁们啊，就他干的。哎呦我操你妈的，吓死宝宝了。出来来。啊？刚不是坏了吗？不是那个哥，坏那缸给这儿呢，坏那缸。哦，坏那个缸在那儿呢啊、哦，水缸里啥不知道，我也挑出来啊、哦，我也得挑出来。水缸里面是啥我也不知道，我看里面啥玩意儿了。破红布，一块破红布。老铁没事啊。一块破红布，老铁们啊，没事，家人们，刚刚卡了吗？没有，刚才关一下子啊，给我吓一跳，小心点，没事，家人们，啊，没事，咱上楼来，上楼，大哥大姐们，咱能帮客的支持一波不？家人们，咱家人肯定不会生气啊，咱家人肯定不会生气，大哥大姐们，咱能支持一波不？好朋友们。老铁们，咱能帮你客上一上吗？家人们，感谢啊，感谢我落酒，谢谢我酒送来的飞吻，感谢我酒，感谢我铁子，屌的家人看着没？哎呦我操！昨晚上小女孩投胎了，投没投胎我不知道，但是已经超度了。家人们啊，放心兄弟们啊，放心老铁们，喝着说到的事必须做到，老铁们啊，喝着说到的事必须做到啊。
感谢我严哥送来的六六六，谢我严哥。老弟说的说到的事儿必须做到了，家人们啊，要不然都不是我性格。跑哪去了？操你妈！啊，刚才就我这儿蹲着来的，老弟们，你们没看见吗？家人们，我操！我操！没看见，没看见，一会儿能出来啊、哦，一会儿就能出来了。窗户啊，窗户咋的了，哥？啊，窗户咋的了？窗户？哪个窗户，哥？哪个窗户？哪个窗户咋的了？哪个窗户？看着啥了？这个呀？是这个不？不是，这不是这个。啊！哎呦我操！这不是左边。嗯、啊，这个不是这个，这是灰儿啊，这个是灰儿，脏了，啊，这窗户脏了，哎呦我操！嗯，没事，班长哥啊，不是，感谢班长哥啊。哎呦我操你妈，这儿呢，那个赌鬼进屋了，欢迎美美的，欢迎我妹妹啊，美美的我妹妹，欢迎烟花易冷。哎呦我操，偶尔一卡一卡的，老铁们咱直播间卡吗？家人们，我直播间卡吗？老铁们，该小妞，我卡吗？直播间啊，进哪屋了？进这屋了，兄弟们啊、哦！进这屋了，咋的？让我鼻跳楼了咋的？啊？是不是让我鼻跳楼了？不卡是吧？偶尔卡一下不严重是吧？我这边信号是满格的，5G 网，老铁们啊、哦！我这边信号是满格的 5G 网，肯定有磁场挡着我，家人们啊、哦，这个正常，100%有磁场挡着我，这个正常，老铁们啊、哦。有时候一卡一卡的是吗？但我这边信号还行啊，满格呀，老铁们。哎呦我操，这屋太破了，家人们，这气氛别去窗边，没事放城。啊、哦，没事。哎呦我操，太鸡巴狠了，老铁们没发现我来的地方都狠啊，家人们。灯光暗点都能出来，我知道哥啊、哦，我知道。你没发现吗，哥？我玩的地方都狠呢，是不是老铁们？因为我身上从来不带东西，我操！因为我身上从来不带东西，老铁们啊、哦，感谢我鲁班哥，谢我班长哥，真的家人们，从来不带东西，不带法器，从来不带法器，老铁们啊、哦。感谢我老妹儿，谢谢家人们支持。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再上两个刷刷幸运礼物，咱送点200倍，老铁们，帮你老弟往上冲一冲，家人们，送点200倍啥的，老铁们。多注意安全，没事，红哥啊，没事，红哥。关键不狠的地方你也不去，我真不去，我真不去。这厕所。洗手间，这屋都烂了，看着没，老铁们，这屋都烂了。不带法器啊，不牛啊、哦！有本事别带手电。其实你要说那话，我把手电扔了。啊、哦，你要说这话的，我把手电扔了。我闭眼睛走，真的，我不怕那逼事儿。
咱直播间老铁们说话就好使，有面子啊。不带手机那咋播呀？干前面是他不，兄弟们，前面这个是他不，家人们，是他不，进去了，是他不？啊，是不是？这老逼，往哪去了？穿墙了？哪去了？不对呀，老铁们，不对呀，不对呀！感谢送来发红包，感谢美美的我妹妹发来红包，谢我妹妹。哎，哎呦我操！老铁们没有脑袋，家人们！哎呦我操，没有脑袋，兄弟们！哎呦我操！没有脑袋，没有腿呀！啊！没有脑袋，没有腿，老铁们！屋了，兄弟们，是这屋不？哎呦我操！哎呦我这不对呀！没有脑袋没有腿呢，哎我操，前面的兄弟们，我操你妈，前面的兄弟们，哎咱我操你妈，我操你妈，我操，我操，哎我操，哎呦我操，我们几个老铁们几个，哎呦我操，不对，我感觉得四五个，老铁们啊，我感觉得四五个，兄弟们，哎呦我操，我看前面那啥啊，老铁们前面还有一个，这玩意狠太多了，老 K 我铁的啊，太多了，兄弟们没有啊，家人们太狠了，铁人们必须狠啊，必须狠，家人们往哪去了呢？我操，三个一起干我，老铁们我这有点受不了啊，啊三缺一等你呢，我操他妈，你这么一说呀老妹儿啊，我就感觉他是三缺一找我呢啊，哎呦我操你妈，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你妈，过来了兄弟们，哎呦我操你妈，过来了，老铁们过来了，家人们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家人们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家人们，过来了。哎呦，我操你妈，过来了，啊！老铁们，过来了，家人们，真这么过来，欢迎我 AK 哥，好几天没看老哥了，真过来了，老铁们，真过来了。哎呦，我操！啊，卡吗，家人们，卡吗？可能直播间人气太高了，可能卡，老铁们啊。让你教他打麻将，我那手法一般人我不教啊，哥，我那手法我一般人不教，老铁们啊，真的，我家老铁说话好使，哎呦我操，感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送来的幸运礼物支持，这个时候如果得配两个特效的话，真的老完美了，老铁们啊，我看这咋回事，我看这咋回事，老铁们啊，哎呦我操，发财，红烛白板，擦，撕！哎呦我操！谢我星空美女姐啊，感谢我姐。这他妈的好几个呀！啊，老铁们，这他妈好几个呀，兄弟们！我不能跟他玩，先生，真不能跟他玩，老铁们。什么玩意儿飞过去了？什么玩意儿飞过去了？啊！感谢送来臭鸡蛋。
什么玩意儿飞过去了？感谢美美的我妹妹送来臭鸡蛋，感谢我老妹儿，谢谢我妹妹。是麻将吗？就咋的，非得要跟我玩啊？啊？妖姬西风。哎呦我操！妖姬和西风啊，老铁们，非得要跟我玩啊？决一死战，这是，这赌鬼真是赌。哎呀妈呀！我操你妈呀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哎我操你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！这行我吓的！哎呦我这冒汗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冒汗了！哎呦我操，这行给你吓的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操！没跑过，从来没跑过，老弟们，真的崽儿啊，从来没跑过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他妈的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你妈，一点都没害怕，老弟们啊！哎呦我操！我一点都不怕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，这行给你吓的！嗯，哎呦我操，真的老铁们不怕过，从来没怕过，我这胆量真的老肥了，这胆老肥了啊。哎呦妈呀，从来没怕过，老铁们从来没怕过。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出来呀，我一点都不怕你呀，你出来呀，我操，哎我操，哎我操，哎呀没事，后面啥也没有。哎呀我操，冒号了，老铁冒号了，兄弟们，这边是啥呀？这边是啥呀？哎，我操！这边是啥呀？我操！这边是啥玩意儿啊？这边啊？嘿！呀！这边是啥呀，兄弟们？哎呦我操你妈的！家人们，真的啊，就你兄弟这胆量，从来没怕过，真的，你们信不？老铁们，从来没怕。从来没怕过，老铁们。这边是啥？外面啊？哎呦我操，这咋的呀？这是啊？啊，这咋的呀？这是，这非得玩麻将咋的呀？我真玩不了，我真玩不了。算命的给我算了，说这辈子你干啥都行，就吃喝嫖赌啊，别沾，尤其是后面那俩嫖跟赌。啊，我说嫖肯定是不可能了，赌呢我多少啊，打个小麻将啥的。他说你别沾，这什么玩笑啊？出来，我不怕你，来，出来呀！感谢我老虎哥啊，老虎大哥，出来呀，一点都不怕你啊，来呀！哎呀，冒汗了，冒汗了，家人们，一会儿出来了，出来我也不怕他，姐的，你吓唬谁呢？出来我能拒他咋的？我呀，我这啥性格？我这是，对不对？出来不出来？我能怕他了，家人们，上楼。啊，上楼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老铁们，
是一楼那麻将桌子吗，家人们？啊，是一楼那麻将桌子吗，家人们？哎呦我操，差点没给我砸了，家人们啊，差点啊，太鸡巴狠了，小心点，贺哥，差点没给我砸了，老铁们啊，哎呦我操他妈的，麻将桌子下来了啊，麻将桌子太吓人了，下来了，哎呦我操，操你妈，这行李下来。桌子都搬来了，干他！啊，我干不过他呀，我干不过他呀！欢迎沉默是金，我大哥，我操，我一个好大哥，老铁们，沉默是金，啊，欢迎我一个好大哥啊，沉默是金，我大哥，小心，没事啊，家人们，没事啊，直播间1900多人是不是？如果不掉线的话，2000多人了，2500人了，家人们，感谢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支持啊，差点没给我砸死，老铁们啊，真的，就差一点，老铁们啊。感谢小米教我妹妹，谢我家小米教我妹妹，就差一点，老铁们啊，瞅瞅桌子，啊，老铁们这桌子啊，就差一点，家人们啊，哎呦我操，还撇麻将呢，老铁们还撇麻将呢，老铁们是那麻将桌不，家人们，啊？是那个麻将桌不，家人们，瞅瞅，哎呦我操，老铁们，这要砸脑袋上你说得啥样，老铁们啊，老铁们，这要是砸脑袋让你啥样，老铁们废了，后果不敢设想，老铁们啊，后果不敢设想啊，瞅瞅，稀碎稀碎的，老铁们，我现在我还敢不敢往上上了啊，老铁们，我再往上那我怕有危险，老铁们啊，走上去来，必须上，老铁们啊，必须上，这就是你兄弟性格，我必须给我直播间老铁们一个交代，瞅着，瞅着，稀碎稀碎的，感谢我还能留就多留我哥啊，中国宝箱我哥。操你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搁这等我呢，啊，搁这等我呢，家人们啊，搁这等我呢。操你妈的！左边，太鸡巴狠了，老铁们，太狠了，跑左边去了，是吗？啊，是这边吧？出来来，我不怕你来。你出来来，我不怕你来。你妈了个逼，我要跟你决一死战啊！啊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今天啊！我要跟你决一死战，好，听懂没？我要跟你俩决一死战啊！跑哪儿去了？是不上这来了？操你妈的！我要跟你俩决一死战，听懂没？这不对，这是阳台呀！老铁们，这是阳台呀！来，操你妈，给这单挑来，给这单挑来，操你妈的，来出来来，出来来，我跟你单挑来，我操你妈，这儿呢，兄弟们，我操你妈，操你妈的，往哪去了？啊？往哪去了？哎！我操你妈的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
要砸我看着吗，兄弟们？要砸我家人们得等看着吗？操你妈的！看着没，兄弟们，要掉啊！我操你妈，要掉啊，老铁们啊！下来来，下来来，下来，下来来，离远点，没事啊，这个位置没事，老铁们啊，这个位置就没事啊，兄弟们。要砸我，操你妈的，年嫩了点儿。啊，我不上你的当。来。来呀，不要砸我吗，操你妈的，来砸我来。我操你妈。哎呦我操你妈呀。哎呦我操你妈，这心给你吓的。哎呦我操你妈。哎呦我操你妈。哎呦我操你妈，这心给你吓的。哎呦我操你妈的。两个啥没看见。你光顾刷礼物了哥。啊、哦、谢谢你哥，没事给你发回放啊哥。哎呦我操。哎呦我操你妈，出来了。兄弟们出来了。出来了家人们啊，出来了。哎呦就在前面了啊，家人们。就在前面了。下次我别怕，老铁们啊，千万别怕啊，兄弟们。都别怕，老铁们啊，都别怕，有客人在，你们不怕的，家人们啊！感谢送来玫瑰礼盒，谢谢，感谢我阿紫姐，感谢我姐的支持。就在这个位置来的，老铁们啊！对，全是幻觉，老铁们啊！记住啊，家人们，全是幻觉。啊，老铁们，你们所看的全是幻觉。感谢我星空姐，感谢我老虎哥啊！你们所看到的全是幻觉，老铁们啊，全是幻觉。吓死我了！拿啥东西砸一下呢？看着没，还慌呢，看着没，操你妈。欢迎我洛九我九哥，欢迎神秘人我大哥啊，欢迎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还他妈慌呢。哎我操，这屋行啊，这屋啊，这屋不要塌了吗，这屋啊，咱们得往前走啊，对不对家人们，感谢我妹妹的我妹妹啊，咱们得往前走啊，咱不能胆怯他呀家人们，是不是，他妈了个逼的！来，再出来，来，老铁们，刚才我就这样式的啊，从我前面出来的，从地里面钻出来的，老铁们啊，就从这个位置钻出来的，老铁们看到的扣个一，来，家人们，看见的扣个一，好朋友们，就从这儿钻出来的，老铁们啊，就从这儿钻出来的，看见的扣个一，好朋友们，给这钻出来的，老铁们啊。喝着没撒谎，老铁们啊，喝着没撒谎啊！感谢送来财神爷，谢我大哥支持，感谢美美的我妹妹啊！就从这儿钻出来的，老铁们啊，就从这个位置钻出来的，老铁们啊，应该是从楼下啊，应该是从楼下啊过来的。太卑鄙了啊！太卑鄙了，这主播真的啊！云峰探险，你太卑鄙了！老虎是你家的，是吧？老虎大哥是你家的，记住啊、哦！我不知道老虎是不是你家的啊、哦！大哥上我这刷两个幸运礼物，你上我这扣一来了，你太卑鄙了啊、哦！我感觉你以后你成不了大事儿啊、哦！你成不了大事儿，兄弟，你还上这扣一来，不播了、哦！感谢我星空姐啊、哦！操你妈，就从这地方钻出来的，感谢我老虎哥啊、哦、不用看着啊、哦、就是我家老铁一样啊、哦、上别人直播间刷礼物从来。